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实操聚焦。呃，在今天十五号今天中午的时候，美国卫生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公告。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是美国卫生研究院发布的公告，这个事儿有点麻烦。其实这个事儿里头可能包括了政治含义，而文章内容报道是来自于美联社的，说美国最早的病毒，美国最早的这个感染者。 应该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份，所以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很特别的，这个说法会在客观上为中共缓解他的压力。啊，美国卫生研究院，美国卫生研究院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呃，强力支持，以各种方式强力支持这个武汉实验室进行病毒测试了，所以我以为。 这里面呢有着政治含义，但是呢，他怎么得出来来的结论呢？他是在检查了大概二零一二零二零年四月份之前的两万四千多份血样，因为在美国，在西方社会，很多人都去献血的啊。到夏天，原来那帽里头每礼拜都有人，就是就是公共的。 呃，你你愿意去献血，你就到那个帽里面就去献血。他是检查了大概去年两万四千多份血样，那那血那些血样呢？献血的人走了之后，他留下来资料嘛，他用了很长时间。呃，他发现来自于五个州，包括伊伊利诺斯州有三个人，啊、呃，一共有五个州，五个州的七个人的血样里面。 包含着他认为包含着冠状病毒的东西啊，基本上这个故事的核心就在这儿。但是，他并不能完全确定那个病毒就一定是呃中共病毒呵呵，所以我不认为，因为在美国的政坛跟美国的媒体呢，在经过大选当中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诚信。 我个人这个东，我个人以为他们在本身上，美联社本身上就是有着政治倾向，他是左派的。那美国卫生院、美国卫生研究院同样是福奇一直深刻的影响着，所以就就是这么个状况。但这件事情是这么说出来的，那也就是说，从某种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啊。呃 是他们想缓解中共的对中共的压力。史正义昨天、今天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对吧？是《纽约邮报》、《纽约时报》发出的，他没敢露面。结果同时间，为什么就在同一天，美国卫生院却做出这样的说法呢？对不对？又又是确定，又是模棱两可，他又不去承担责任，所以这里面是有诈的。两万四千名血样进行分析。 呃，认为认为在十二月份就出现了，一些专家持怀疑者，持持怀疑的态度。他可没说，他直接讲说他可没说是怎么来的啊，他根本没说是怎么来的，他也无法解释那些美国人身体上是怎么感染上这种病毒的，还是他自身招上来的？没有什么都没有，疾病防制控制中心。 索恩伯格说：“这些研究非常一致，呃，很早，非常罕见，零星。但是呢，呃，他认为尽管没有普及，直到去年二月份才广泛普及，呃，需要共同努力，尽快识别新出现的病毒，这些都是没有用的。那今天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呢？啊、呃，是创，是拜登政府控制。”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这我个人还是说这话，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件，这是件百分之百你可以接受的东西，里面牵扯到太多的有些人，你可以把它叫做政治，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中共本身是邪恶来的，在有了替邪恶掩盖成分，然后他提到这个美国第一个感染者是西雅图的。 那爷们儿回武汉相亲去了，对吧？没相成亲，认是个男的，三十几岁，没相成亲，结果他把病毒带回来了，然后进行呃感染，说这都是相应说出来的。呃，然后提到说，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份发表研究，当时是有七千个样本，所以当初。 认为已经有一些美国人了。疾病控制之预防中心，呃，这是去年十，他说去年十二月份发表的样本，但我们都没有，我没有任何印象中提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团队撰写的，二零二零年前三个月收集了两万四千份，然后，然后他们一直在跟踪一百万美国人的。 研究健康，所以得出来结论是这么个结论。但是后面他就提到说，他没有没有表明啊，七个七个人，三个伊利诺斯州的，一个马马赛诸塞、密西西比、宾州和威斯康星、呃。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如何来的。其中伊利诺斯的那个病例，早在圣诞节前夕就有。啊、呃，所以。 这就是这这就是这么件事情，但没有定论。呃，我自己以为呢，我刚才说了，自己以为呢，其实中共在石正丽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一份的压力呢，带来了这样的东西出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跟美国国立卫生院卫生研究院今天他们的信誉已经被被他们自己伤害了。 一而被伤害的本身却跟中共国有关，然后他再以这样的方式拿出这样的样本，呃，就是这么段新闻。感谢朋友们的支持。